遥控橡皮泥。这是遥控汽车，是用电波来控制的。阿吉叔叔啊，他是遥控汽车大赛的冠军呢。好厉害呀！各位，我来教你们怎么操纵遥控汽车，你们先排好队好不好啊？好好，我也要玩。我也要玩。哎，有件事情我要先声明的，每个人只能玩5分钟。大熊，你是第一个。不行啊，大熊那么笨，一定会弄坏汽车的。不会的，我不会弄坏的。算了，你赶快回去吧，我不借给你了。我，你要敢这样欺负我，哆啦 A 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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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在啊，哆啦 A 梦哪里去了？可恶，小富那个坏蛋。等哆啦 A 梦回来，我要你好看，哆啦 A 梦！这是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好恶心啊！哪来的妖怪呀？不要过来呀！我不要过来，走开，放开我！不会动了，坏掉了，好可怕呀！哆啦 A 梦，算了，我再重做一个好了。这是遥控橡皮泥做成的。这个叫做遥控橡皮泥，不管做成什么形状，都可以用这个遥控器来操纵移动的。你看，那我也来做一个玩好了。你看，做好了，是汽车，不过做得好丑啊。没关系的，虽然丑还是可以玩的呀。哇，太帅了，可以倒退。让我玩玩，谢谢。按这里，好玩好玩，太好玩了，不错不错。对了，哆啦 A 梦，如果坐大一点的车子，是不是就可以坐人了？大熊，你好聪明啊！再多打一点粘土出来。首先呢，先把形状做出来，然后啊，小地方再仔细的做得漂亮一点就行了。可以了吗？大熊，那里做好了没有？已经没问题了。那我们可以出发了吗？好，出发。成功啦！路上要小心啊。停，左方没有来车，右方也没有来车，好，出发。虽然没有办法开得很快，可是这样已经很过瘾了。就是说嘛。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，我们先走啦。你这是改装过的车呀？是遥控汽车。遥控汽车？什么？那个叔叔吓了一大跳。就是啊。来了来了。不简单呢。不错啊，小夫的方向感很好啊。哪里哪里。小夫，可不可以再让我玩一次啊？好吧，可是你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能太粗鲁。这个我知道。胖虎，你小心一点嘛。抱歉抱歉，真对不起啊。这也是用遥控的，可以坐人呢。只是这辆车开不快。那个比较好玩啊。还好没摔坏。让我坐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不过你要稍微等一下哦。真的。那种东西居然也敢拿出来，阿吉叔叔，我们走吧。看我的。大熊，还是宽一点的地方走起来比较舒服。对呀。都被压扁了。真没意思。好吧，我们来做更大的东西，拿更多的粘土出来。我想这样子应该够了吧。小夫，还是你的遥控车比较好玩。
小富，这一次借我玩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一次啊，每个人都可以玩十分钟，大家不要客气，尽管玩。想坐的人都可以来哦。好棒哦！太好了。什么嘛，那种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可恶，气死人了。叔叔，我也要那个嘛。太好玩了。对了，各位，我们去看看海吧。赞成。行啊，大熊那么笨，一定会弄坏汽车的。不会的，我不会弄坏的。算了，你赶快回去吧，我不借给你了。你要敢这样欺负我，哆啦 A 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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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在啊。哆啦 A 梦哪里去了？可恶，小富那个坏蛋，等哆啦 A 梦回来，我要你好看。哆啦 A 梦，这是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，好恶心啊！哪来的妖怪呀？不要过来呀！不要过来，走开，放开我！不会动了，坏掉了。好可怕呀，哆啦 A 梦！算了，我再重做一个好了。这是遥控橡皮泥做成的。这个叫做遥控橡皮泥，不管做成什么形状，都可以用这个遥控器来操纵移动的。你看，那我也来做一个玩好了。你看，做好了，是汽车，不过做的好丑啊。没关系的，玩。我也要玩。哎，有件事情我要先声明的，每个人只能玩五分钟。大熊，你是第一个。不行啊，大熊那么笨，一定会弄坏汽车的。不会的，我不会弄坏的。算了，你赶快回去吧，我不借给你了。你要敢这样欺负我，哆啦 A 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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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不在啊，哆啦 A 梦哪里去了？可恶，小富那个坏蛋，等哆啦 A 梦回来，我要你好看。哆啦 A 梦，这是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，好恶心啊！哪来的妖怪呀？不要过来呀！不要过来，走开，放开我！不会动了，坏掉了，好可怕呀！哆啦 A 梦，算了，我再重做一个好了。这是遥控橡皮泥做成的。这个叫做遥控橡皮泥，不管做成什么形状，都可以用这个遥控器来操纵移动的。你看，那我也来做一个玩好了。